对，你已经看到我，你眼睛都张开了，手不要动哦哈，看到什么危险东西？来，派出所，警察，我是警察。危险东西，来派出所警察，我是警察，好听无？你手卖叮当，手卖叮当。确认无前行踪后，火速驱车南下，并在当天晚上9:00，在火车站旁的公园查获正在熟睡的卢贤。那卢贤当时身穿的衣着与犯案时相同，随身的行李内也查获了作案工具及剩余的赃款。案发16小时内，火速的将卢贤依加重窃盗的现行犯逮捕，移送士林地点侦办。